没想到杰瑞说我也要，他们两个就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偷偷喝那个酒，这个报道我看过了吧，记不记？好，所以大家都很辛苦，您呢？所以我今天看到大家回到就是杀青之后再一次回来聚首，我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，就是我跟这部电影相处了那么久，特别是后制的阶段很长的时间，我一天到晚都在看白小霜、白小雪、花月娘、刀疤，每天都在，还有毛子俊的李二少，每天都在看着这些角色，然后现在他们变成现代的样子站在这边，我就觉得这些角色之后，从此之后，从今天晚上之后，就要交给各位观众朋友了，他就是各位观众朋友的了，就不是我在剪接室里面我一个人的了，也然后他们也都离开了这个角色，我突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伤，因为我会很怀念我们一起工作时候的那个大家那么真情流露，虽然说马祖那么的冷，然后歌舞那么的难表演，动作戏那么难，吊钢丝，对，打斗的场面啊，亲吻戏也不容易，是，然后君如姐那么每天想办法搞笑，哎，又好笑又可爱又深情，让大家精神振奋啊！现场的开心果啊！对啊，然后可是从今天晚上开始，这部电影要交给各位观众朋友，是，就他的命运就拿捏在各位的手上，是，希望他能够存在在大家心目中久一点，因为那是我们台上所有人努力很久的结果。是，谢谢导演啊！掌声给导演鼓励，加油一下，真的不容易啊！这么冷的天气，当时在冬天，在连江，导演带着团队非常辛苦啊。那么当然，今天呢，这个孩子终于要诞生到问世了，辛苦您了。您真的有自虐的倾向啊！你拍这个戏没有？我也比较虐他，他有虐待别人的倾向，是不是？他没有什么自虐的倾向。哦，是，对对对，你现在是在抱怨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讲一个事实。OK， 好，导演呢有虐待人的倾向。